大报告，上午继续市政总执行。第一位由沈林章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好。主席、市长，咱所有市头的大家早安吼。本席真欢喜哦。趁早，来轮到我来甲咱市头的哦，来甲拍一下扑啊吼。首先吼、我有一个领导吼，差不多一冬外前，就拜托我打一张批呢，要来送予市长。为什么呢？伊住伫咱北外吼，咱永仁街即目前担任咱北外47年的这个领导。伊咧讲，人咧讲这个合并，过去呢，你要财政较好，讲合并无好。发觉合并较变好，吼，大家来共享一下吼。关键合并咧，你不能讲关键合并赞，过去咧有人讲歹，即摆发觉讲，无同款。为啥无同款？咱过去咱任务到南麻坑、到凤山这条路吼，因第一项因为任务要挖到去八卦遮吼，规划35米，为什么拢伫25米？结果超真济。市长伫当外前咧，那个王刚，开真侪钱吼，这我真感谢。因为中华路要，你买中华路要切出去八卦八德一路吼，确实爱挖2-3个弯啦，市长伫咧迄个黄金路，最后一段800公尺，包括中央桥，拢也拓宽好势啊。讲到饮水吼，过去咱边个时代？咱1600亿个款个治水方案，第一条也是伫任务吼，伫咱个苏龙溪，结果整治价超了一半尔吼。苏龙溪甲曹公进会合了，要过来后硬溪，我拜托市长讲，后硬溪一定爱做好，咱个点上游个水较有法度通流出来呢。结果即马做好了，伫边啊，伫市长伫1902年呢，过来完成西陵沟个款自洪池。过去，咱可能真侪人知影吼，旧个咱个县政府遮吼，若讲到任务，大家饮水应该会惊吼，所以房地产呢，伫个时阵呢，那家村差不多伫个6万块，吼，进一个是这个所在原来，这所在呢已经起价吼20、25后30后45万，吼，所以讲这治水吼，我那只要代表咱任务来感谢市长吼，这个大禹治水啦，用治个真好。所以任务人口一定搬去要到遮，已经差不多伫我这乡顶加到要一倍较低啊，即摆迈向10万啦吼。过来就是这后江巷吼，这和市长我连同添的吼，这一定开咱政府开真济。结果，咱伫北外、伫高南、伫左营、三民这些人，较知影讲规这条路了，吼，唔免去伫电信效率系统遐修改，吼，开这条路咧做个真好。即日本人来跟斗设计吼，大家拢有参与，会从市场伊个系统在做啊吼。伊发觉讲，真正无同款吼。过来就是讲，市场也搁提任务来起一个浸水溜冰馆、滑轮溜冰，迄个环境搁真正带动地方。闽南讲环境好尔，互咱个所有高雄市、全国个咱所有即个选手、学生，拢会当来遐做一个真好个。基层训练真好，运动甲比赛安尼，吼！伫遮呢，我啦代表咱47人吼，咱北外47人黄林长吼，要来怀念咱永远的市长吼，何林武会当带来遐光荣，吼！这张批我著代表咱林长来送予市长。这第一关，第二日啦，我甲市长陪市长去看咱这个爱河源头。我唔知市长晓魄力，晓能力。过去关的时代吼，这个所在人正巴拢客气啊，
啊，剩只骨啊，啊，就要只歹物件，我、哦、要来和你合并了，要来等市长来吸收安尼。市长嘛无咧惊啦，讲好我来定安尼啦。哦，那看到这個、我迄间感动一下，讲哎，真正，这个较过去啦，要用车可能要开17亿。我今日真学了讲地震局，有了这个能力，吼、哦，另外做一个方法。哦，咱来取得定位，咱来做自防区，做休闲的休憩所在，哦，环境一通360度转变。哦，我嘛是讲住伫边仔人，可能本来一间吼，可能头遐有大楼有透天嘛，一个人起一倍以上。哦，这点会使讲，这其他人无同意做。啊，咱的团队会通想较好的这款条件，哦，啊来做一个真好的开发安尼。市里个面安尼尔，这本来我也建议啊，以前来讲出来讲，哎，咱要做，咱来做好头，咱叫爱河源头，对面叫乌桥，住伫北屋社区的隔壁，迄条臭水沟啊，迄条是353年前，咱清朝时代吼，咱有船啊驶来到遮，啊，结果年久未深吼，迄种污泥拢起块，我变啊变很细条。看这条市长特别交代讲，爱去你到咱的乌桥，咱的关那个石黄皮来接咱这个曹公信进家，哦啊，这才讲我帮忙想未到讲市长会很紧进入状况，讲会当较紧讲，只是咱所有团队较紧来，咱爱有源头来完成安尼，啊，只要再多呢，感谢咱市长啊，一直讲讲吼。哦，我要讲到这，就那要甲过来提醒咱的警法局，哦，咱即个人心路的拓宽吼，甲咱款林务产业园区吼，要开发有连带关系。所以今仔我提出讲，咱这人心路吼，已经啊单车路真久啊啦，吼啊车也足济，这产业啊真济拢伫啊中小企业，咱即摆只有六米。啊！阿甘龙尾顶几个月前阿伊会刊，哦，咱干部局，哦，咱也召开相关人员，啊，较紧要甲这条路伫即几冬一冬来完成。过去因为无完成哦，这个房地产一点增加，要扩大，要征收这土地，可能费用已经加到要两倍以上啊！哦，可能要开6亿6千万安尼。我要建议咱警察局要拜托讲，咱较早我伫多局有提出这个案，本来是230公顷，吼、哦，伫林务产业园区，因为130公顷呢，我发觉伤过细啦，吼、哦，伫本州的时阵，本州过200几公顷，然后要开标好势了，要过来去，要来本州北边过来扩编有难度啊。因为土地有人买过啊，所以我这次呢，这个会议我提出讲，拜托130公顷的有定地，边啊周边搁真济土地，搁包括摊到我讲的仁寿路边啊，遐有银龙干嘛区，迄是非法的，迄无建造的，吼、哦，迄地啊来搁结合这地，搁结合咱到平家，吼、哦，拢总共有220公顷至230公顷，安尼咱发挥成本，吼、哦，啊，这策略呢，啊，这我嘛是讲要该要做的，吼、哦，咱配合咱政府有指定这个土地，吼、哦，咱政府也无入去啊，咱把所有的金属制品，咱隔壁有金属中心嘛，金属中心嘛一直要讲甲这些地来合作，吼、哦，啊，要利用材料的这个制作。啊，阁有来咱的策略型的产业用地，啊，咱的管理中心，阁低碳示范住宅、商业服务设施，再咱阁有两块地吼，咱台糖的两块地，咱有要用咱低碳示范住宅，吼、哦，这个区，啊，阁观光广场，吼、哦，咱本州中华德意中华啊，做了真好，吼、哦，我希望讲会当朝向到面积扩大，啊，不你130公顷哦，可能伤过细。咱要去一个服务中心，要去遐济人，要过来服务者吼，
这个经济给他较无够，哦，要拜托，哦，咱警察局甲中正几个人是不是可以扩编？哦，这点我要那拜托咱曾局长哈，啊，看我的看法，啊，你有什么记得？有什么看法？局长，请到。好，谢谢主席，啊，谢谢沈议员。那个沈议员一直都很关心人物产业园区的开辟哈。那我跟议员说明哦，您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建议。那我们在执行程序上面，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好的规划。我们现在第一阶段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产业园区开辟有土地征收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大概都是比较是倾向用国公有或国公营事业的土地来做产业园区的包边。所以目前我们规划130公顷的土地，主要是以台糖的土地为主。好，那这个上面绝大部分目前是没有工厂的。好，那但是您提到的这个建议就是说周边其实有一些工厂聚落，但是是没有取得建造，甚至它在土地分区的使用上面也是违反法规，简单来讲是未登记工厂。那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也积极的在整理，就是说包括像仁武地区国道10号两边这些未登记工厂怎么样让它释法的可能性。那我是认为说，如果是一个新的产业园区开辟起来，周边的未登记工厂如果能够并入园区一起管理，然后找到一个适当的法规让它能够释法，这可能有部分的有些部分是需要修改法令的。那尤其是我们接下来国土计划法已经通过，各个地方都要提我们自己的国土计划，那我们的工业区用地要怎么样有效的来做管理跟规范，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我觉得您提的这个方向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因为之前您也管过本州工业区，我想您也了解，我们现在本州工业区在突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做了环评的变更以后，开始接这个厂区以外，好，这个工业区以外的一些污水来到工业区里面做好的处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一个趋势，也是同时解决未登工厂的一个好的办法。这个呢，我是建议啦，吼，这是因为英雄港区下应该好一个名啦，吼，迄内底有一两百间啦，因为拜托咱府市府只讲，因真愿意那边，吼，啊无因无合法嘛，无合法咱市府请人开单，一边拢交10万10万，无多，生意也真歹做，啊是我都拄着讲人心路要拓宽，面前本来6米、7米、9米、10米，拢无共款。那要拓宽，你就拜托讲，看会当结合袂袂。但系咧，工业区大部分咧隔壁，大部分大同地啦，其实全部大同地有600公顷诶。好，迄个所在占超了300公顷，咱会当出230公顷，吼，啊来做一个较有规模诶一个工业区，吼，啊，产业价值可能较有够啦。啊，无你有通遐济人要去买服务，啊，甲遐服务即几间尔，可能较不够。好，那个。沈议员提的意见，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那我可以让我简单回答一下哈。我们现在要如果要让他先走的话，130公顷这一块我们会先做，因为他没有牵涉到太多既有的未登记工厂整合的问题。因为未登工厂整合进那个产业园区里面的话，他会有一个，我觉得可以独立一题来处理。我们当然可以同时做规划，可是因为包边牵涉到土地征收，他的一些规划还有环评要做，好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他会比较，如果多了一个未登工厂要纳入的话，会多一个变数，会比较大。而且那个沈议员也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这130公顷里面，我还要把民间的用地重新做一个整并，哈，就或许还要采取一地的方法。那所以这个园区已经比较复杂，那我觉得分段来做，我是觉得大方向上应该是很有机会的啦。谢谢，我是讲安尼，当时进行啦，你们能进行这段第一期进行好，第二期你无用做啦，第二期变成本州安尼嘛，第二期大家拢在抄土地啊，第二期变做白遐无当白，就是安尼，要介绍新冠啊，你要去征收的时阵吼，要来做这工区吼，已经咱市府无多。那一片几十几万变过啊，有当时。我甲议员报告一下吼，因为你若是讲既有的未登工厂要纳入以后一并管理的话，因为土地产权应该是它本来就私人嘛吼，我们大概不会是采取一个征收，整个征收进来，就是说它可能要额外缴一些支付一些公共建设等等的一些费用，那周边的绿带要做出来等等，这个需要政府介入去协调。
好，这部分是这个部分，它独立可以成立体来做处理。这个我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开始在启动研究这个问题了啦，哈，所以我想是一开始整体来做想象没有问题，但是细节的执行上面可能要分阶段来做。好，这安尼好啦，这因为啊，达到因咧被拜托我讲拜托持有者当迄落啦，个案处理啊，因咧记录一两百件啊，吼，啊看那处理拜托咱金华几家吼，好好来研究呢，吼。这个中央大学，我嘛讲解一解啊，吼。市长对中央台可能较无遐了解啦，吼。啊，这块地呢，这块地总共有40公顷，24公顷，予咱中山大学，吼。咱旧个中山大学个土地吼，咱已经伫管理时代就一半去啊，已经涨回了。佮另外一半就是咱即摆有要开发，哦，咱地政局，吼，伫咱迄个管理个土皮外边遐。有一个12公顷超公顷的上面，吼、哦，边有一个大将庙，吼、哦，一个八仙庙，吼、哦，啊，到迄个大庇护阿伯遐，我就这块地吼、哦，我到今也问问讲，谁会当做？因为这国立学校，无属咱市政府，无属市政府会当去处理的。咱即马小英已经上职啦，我这点吼，我拜托市长。哦，市长看会当去中央看，中央台若无爱，要不要？爱真明确，无爱用，无来说好，咱市政会当甲偷偷转来。因为这早前林务公所有若送一家伙，咱军中送23家，军的免料的，予中山大学一百零六年个，伊个要完工啊，到今也无叮当哈。哎，还是一直在还贫呢。这是民国96年就已经决定好伊啦。在100年的时阵，那个所有官政拢变过吼，咱中山大学。啊，我一等，我讲一粒蛋，蛋有够久的。啊，咱的所谓大城人物的所谓乡亲，你来讲啊，到底是哎安那？啊，恁做议员拢失职，也袂问我到底当时要来。吼、哦，我这点要拜托市里讲，如果中山大学啦决定不要来，爱明确去讲。不要一直讲两句话去谈赛，还贫，那个岐山断层，规日暮不能岐山断层，包括国道七号嘛是岐山断层。啊，为什么恁早不会发现？遐我看高进，我底下大汉高进嘛，捌看有掉过档，遐嘛无安那。那么我要拜托市长，如果这块地啦，予咱高雄市咱俩做真大这个使用。做真多什么使用呢？咱会当做咱即马同流行的，咱来参照。咱高雄市有35万的65岁以上的无地去啊！啊，你若关一间哦，关一间，但迄款的有人中心也好啊，厝也好啊，我感觉无适合。啊，伊看日本的规划方真好，或者长辈会使讲，会当讲得到伊要囝放生嘛。好，惊放杀了，伊无靠无伴嘛。最起码伫这所在会当找到真济伴，吼、哦。长照中心、运动园区一挂运动设备，包括咱即摆要推的骹球、木兰足球队，咱的棒球村，吼、哦。啊、哦，这点嘛，拜托市长会当甲中央来反映一下，吼、哦。我想真济拢读中山大学的嘛，啊、哦，是毋是？甲校长，哦，校长可以做科技部长啊。本来我有机会要甲骂一个，无责无任，讲到尾啊，到底尾啊，甲唔到尽嘛无了解。吼、哦，这点我拜托市长来，我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市长答复。好，多谢主席啊，多谢新议员吼、哦。中山大学伫咱人物学院区吼，这个部分甲单拢无一个决定吼、哦，啊，变作伫遐荒废足侪当。我感觉安尼实在唔是好嘅办法。啊，只要我所了解，大学伤济，吼、哦，大学真济，啊，过来就是讲变作真济学校，吼、哦，学院嘛拢足宽。啊，教育部是鼓励大学变校，
啊，所以讲是毋是会当使用？啊，我诶，伫迄个宴会诶时阵，诶，这边的办事，我有甲议会请假，26号议会请假，都是因为是第一次的行政院宴会，那我会跟教育部潘部长，我会问他，我会改工到底高雄中山大学到底要不要迁校，到底这个还校园还要不要使用，如果不要使用，我觉得应该让这个土地还给我们高雄市的人武区公所，那不是跟有国营企业的土地，这块是以前军以前人物三亚区啦，保武总队对面啦，以前是三亚区训练场所，已经荒废20几年了。好，那我这个我会跟教育部跟他说，是不是因为可以有一个期限上紧的速度里面，对讲中山大学是不是这个部分学地要使用无？让咱高雄有一个变卡。一个决定，安尼好啊。好，谢谢。阁有啦，我讲高雄市政府咱的办公室，那伤过矮啊。我当初嘛建议讲，市政府应该缩来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总共24公顷，林务都伫高雄市、县市合并的市中心。恁来当去，你看嘛，伫基山内、伫公山内、伫林门内、伫高雄市过，国道1号、国道10号、国道7号，拢伫这个所在。拢内拢超2分钟、3分钟来到啊！这足好所在，要拜托市长讲，将来也好，即马好，拜托你中央时阵会当替这块地发声。这块地呢，牵连着大社，唔是人物发展。这过着大社，大社有一块97公顷的马蹄蛋，吼、这块地啦，哈，我要问地政局，哈，这块大小，这个97公顷，这块，这条中山大学一定在旁边。啊，这个真感谢哈，咱市政府伫咱人物有超10块，区段顶征收也好，啊是咱市地咱私办中位，啊是公办中位，拢伫人物。确实，这所有的那中位好势吼。这个收益超1000亿啊！人物又超变过20万人哦。我有知影市场伫国道1号哦，后港巷的边啊，两边啊，拢有在做一个定位。啊，确实，迄我建议讲，迄、那个环境真歹，较早拢铁厝搭个工厂搭个真歹看，哈、哦。伫阮迄个派出所哈，城关派出所旁边，伫严重的边啊遐。就这块41公顷，搁伫咱高铁路啊南边，咱有一个14公顷哇！啊，搁来大车这块，这足重要，因大车人口无增加，因无腹地，通好大，啊，所以大家拢搬出去。搁来凤林路，哦，搁来严重的边啊，哦，顶，哦，啊，真感谢市长讲啊，对人物的这个确实，人物发展吼，要经过这都跟都市计划。用为区段征收，开通大发展。伫遮，我要问咱迄个地政局长吼，啊，你看人物遮的所有案，当时差不多会完成啊呢？啊，局长真好。谢谢主席，谢谢审议员哦，甲审议员报告哦。这当时的时阵是因为迄个器官合并了。啊，所以阮有一寡勘算的原则，啊，这都伫市县的交界，所以我们勘选的。总共有10处的区段征收区哈、哦，有400几公顷啊，但是即马就是拢一直，因为大部分拢是农业区的所在嘛，所以拢是用爱经透过都市计划以后整体开发，用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办理啊。但是有几个所在，包括九番陂啊，加龙总前面加。高铁路南侧这个区段征收呢，因为内政部在审议的时候有两个区吼，就是高铁路南侧加迄个九番陂，就高速公路迄个41公顷的迄搭遐，
他是目前的一个审议的结果，他是说暂时维持一个农业区，原来的计划区农业区的哈。啊，不过这地地政局这边加是会以为开发康轨，这那其户需要，当然我们会配合来继续争取嘛哈。咱大概市长也有下达这样的一个指示啊，我们就会配合市府的政策来办理。啊，至于这个大社区段征收的部分，我知道沈议员跟张总召都非常关心这一个大社区段征收区的这个区段征收区，因为这个所在总共有97公顷，伊在伫个大社社区的外围的农业区变更的。啊，因为这个所在过去101年的时是捌办理迄个都市计划变更过，啊，所以变更了的时阵，来做迄个区要求做公益性、甲必要性的评估。阮做了的时阵，上去要来进步的时阵，拄啊拄到103年12月25日，迄个地调所公布迄个旗山断层，导致来进步伊的无上入去区迄个土政小组来对新余直接的退登来旗政府，伊讲就这个断层的部分，叫阮得爱做基地地质调查，加迄个地质安全的一个评估，接下来保温先做了，他把这个评估报告再送到内政部去。啊，我接着这个指示了，我们也马上就来进行。所以第二个月初十的时阵呢，我们已经有勘算，有迄个评估，选出一个厂商来帮忙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预计呢是在今年年底，会当把这个地质调查的评估报告完成，完成了的时候靠后续的一个作业。好，啊，这目前的进度是安尼。以上报告。感谢哈，感谢地政局。啊，对林务真那个，这块地是大社啦，啊，其实马紧为了高阳，卖讲讲地任务，伊大社多有这块地，这块90公顷真大。我有啥物讲安尼呢？因为咱有林务生横谷，吼200-300公顷，然后到咱有伫高铁卡要越过遐吼。中山大学一定在旁边有一块26公顷，咱这些市府有人要公办吼，佮接过就是中山大学有定地，佮来是大社这块，所以总共有超过400-500公顷的啊，这腹地，我希望讲几个单位会当结合来拍造一个产官社这款一个真好的哈、啊，一个点安尼，包括英达哦，咱英达有起一间宿舍伫啊。应该已经倒了，迄块嘛栽藤做诶，迄块好好来利用，来做好，来做自主实验。要伫即个附近有人物工业区、大社工业区、有人才工业区、搁有人物工业区，吼、哦，搁产业园区，真大一个工业诶所在，是毋是？迄间好，将来会当甲栽藤来协商，讲迄间厝楼诶，互咱做好，来训练一寡咱在地。啊，在地要上这个这个学生会当要还未上这以前，迄个先训练了，会当去遐上课，吼、哦，这是啊本色的一个建议啦。来、啊，我要去阿边要去讲一个较重要的吼，啊，我来感谢市长伫八卦啊，咱去一个全国啊，就咱亚洲同好的一个室内的。进出溜冰馆，啊，我一直找讲要钱要对底来，这确实爱真济经费来饲这个场地，甲选手，哈、啊，甲教练安尼。啊，迄天电两日啦，啊，我后去代叔跟沟通，哈、啊，我是曾经甲二长、甲范局长哈，啊，拢去找过代叔安尼哈，爱、啊、讲一单爱400几万哈、啊，可能有靠难度。我们来讲，就是讲，台塑伫任务厂，迄、那个厂一单交予咱中央1200万，台塑的哦。南亚厂、南亚一厂、二厂吼，南亚一厂、二厂有差不多800万，一单有2000万的空税。我要问环保局长吼，蔡局长。这个空税，像台塑的空税是交地方分偌济？咱、啊、市政府。一两包。好，谢谢主席哈，谢谢那个议员哈。以目前空污费进行是中央收取啊百分之60%报地方。啊，
所以如那种哦，伊拄只讲诶，讲诶两个加起来2000万，按这边分头1200万。咱分1200万吼，咱安尼啦，因为台塑已经污染了40几吨啊啦。我甲提出咧案讲，是毋是甲中央讲，你那个40%，吼，40%买起来做咱的，和仁武的这间来这个华伦溜冰馆吼，来做一个1000万的，做提拨1000万，做咱这溜冰馆的培训跟维护跟管理，这点我拜托蔡局长吼，有去还是市长家来甲中央编这条钱。啊！无水有大部分水拢交去顶面，在地拢无嘛，这样子。我咧要讲的是讲，顶个顶两日来林门咧抗议嘛，台塑伫林门有呐污染真重，是其实林门是林木各分出嚟，这40几吨啊，我拢无提这个案。啊，保障在地，保障在地就业要30%。迄天我甲调遐资料，在地林木造成大抽大车人出6%呢。每一届要进用人拢台北客，林务这厂长拢无管理，所以拜托咱蔡局长有机会吼，替在地人发声。你最基本要有30%的在地人才上班，那唔可能消停。甲用污染嘛，我都甘愿来。我即马找无工课，我会当来遐上班。吼、哦，这点要拜托蔡局长来甲中央遐，吼、哦，来甲台塑啊，做一个消化压力给因。你若无进用30%。无拜托台塑较早搬出去，已经赚有够啊！台塑伫林木50栋，已经赚足侪钱啊！吼、哦，这点，我要拜托范局长吼、哦，咱有闲较过来迄落，因为华伦溜冰这场地吼，未使叫藏伫遐藏较久啊！咱过来行一撮马紧，哈、啊！咱一起来道德谦虚也好，也是来诉诸于情况啊！确实，你台塑爱有正面的嘛，有正面的摕寡钱出来来饲这个。饲这个球馆嘛，无规拢甲咱的财政遐摆，拢要咱市府开，有当时啊，咱会较袂开了倒去，吼、哦。啊，那个一点就是讲，我一直咧关心的吼，咱的这个体育局吼，体育局要升级，我一直咧讲，我也唔敢讲啦，吼。啊，今仔较讲出一个心内话啦，咱的。讲到这个，猜测到其他的局啦，吼，讲兵役局，伫六都内底，除台北市、甲高雄市各兵役局呢，其他四都拢已经存兵役科，存兵役科呢。这功能呢，我为什么咧讲？较早兵真济时阵，吼，兵啊真济时阵，无紧，真兵役有够少啊。咱个用这个兵役局伫遮吼，有当时会较无好，人拢猜测了。我兵役局如果会当来收编，来互来体育局，会当较大空间，吼、哦，是毋安尼？啊，咱对配合小英的政策，配合咱高雄的啊健康城市，吼、哦，咱高雄是会使讲即摆高台湾的龙头，吼、哦，咱经济拢摕第一名，吼、哦，啊，会较紧六都内底。咱我甲台南市无成立体育局尔，吼、哦，即点我请照照咱市长看对体育局有啥物啊，有啥物看法？市长到，多谢主席啊，多谢审议员吼、哦，啊，兵役局的同仁吼，啊，当然古董以来啊，服务替我诶遐退伍我们的这些荣民弟兄都有很大的贡献。啊，照顾义难，就是要做兵，这嘛是贡献真大，啊，互家属安心。但是兵役局的部分吼，即摆确实，咱的做兵愈来愈少，吼、哦，啊，规个我们的荣民的这些长辈，哦，当然随着岁月，他也不会再增加。那我们也看到各县市。他们没有设置兵役局，哦，没有设置兵役局啊，所以我是认为很多县市都不是一级机关。那我会认为说，在少子化，然后又是很多长辈我们要服务的对象，哦，我们服务品质内容都不会改变的情况之下，那我想少子化，那我们的行政业务
也相对的很单纯，所以可能在组织改革改善高雄市的财政，我想在这样的考量之下，那我们也会做非常认真的思考，也会跟殡仪局的这些伙伴大家一起来讨论是不是朝着整病的方向来处理。那我想我们内部会来讨论，在近期来再来跟议会来做报告。那刚刚这个沈议员特别关心高雄市的体育处，那高雄体育处要不要升格的问题，那咱市政府嘛是很关心啊。的确我们要引进整个体育专业的人才，你体育处的一个升格是有必要，如果我们要发展高雄成为一个健康的城市，重视体育跟各个城市跟各个国家城市的交流，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希望咱未来看组织的改造方面有特地来解决问题，不是说为了升格而升格。所以说我是有在思考是不是能够朝着一级机关的位阶，用行政法人就像左信中心一样，我们是不是朝着这个方面来研拟思考，这样你后来引进专业的提议的人才，行政法人的部分，在专业这个部分，用人的这个部分，他可能跟一般国家体制的公务人员又不太一样，这样比较能够照顾所有很多优秀专业，我们要照顾很多优秀的提议人才，所以可能要朝着行政法人一级机关行政法人向左信中心这个方向来做思考啊，但是这个部分较复杂啦。啊，我已经有请人事处研考会能够积极的研拟这个部分啊，希望朝着这个部分看因安尼去思考啊，为了高雄成为将来进步成为一个健康的城市，朝着这部分的研拟啊，因这个研拟也能够把具体的这个部分能够让我向我说明啊，然后我再做出决定那我这个部分我是人事处研考会他们都在很努力在思考中。所以说我也知道好几次沈议员对于我们体育处包括高雄，我们几乎是全台湾体育的人才运动的场馆，可以说是非常齐全非常好的一个栽培运动人才好的地方。那我们体育处我们现在的处长也是非常的专业优秀，那我们认为说怎么样子留住人才，留住好的专业，我们因为运动的生命都是比较短它可能高峰期时间都不会太长啊，如果这样他们有很多经验技术能够传承栽培更多优秀的人才，我也认为很重要。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沈议员每一次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我希望我们的人事处研考会提出来以后我们有一个好的成果，看下个会期能不能跟沈议员再做一个报告。感谢市长真有道理无？我是唔敢讲咱教育局长吼，范市长伫全国运动会吼，我甲伊咧走去看足侪场地，爱体力算也袂歹，不过超久嘛是会落，嘛是会败马啊。吼，顶日个身体个有欠安啦。我想甲继续开吼，可能即个压力较袂遐重，要去教育要去体育吼，体育问题个比教育较歹处理。我刚才市长讲要环贸吼，唔免讲环贸啦，要比照咱左信中心。民国七十一年我七十年的海清驾车，左信中心调我遐做教练。我本来要甲市长建议讲，会当体育处先体育局了，
咱会当好好选举人员吼，行政人员除我一寡即摆囡仔少嘛，老师剩真济嘛，会当少掉。你法律的好，你嘛是爱薪水，少掉来伫体育局上班，所以人事免去请去请人啊。我体育处的报告讲增加十五个，增加十五个同齐个三千几万尔，无讲什么五亿八亿。迄经销门甲资本门无同款嘛？哦，你要设计什么大型的什么馆？迄当然另外个案。台北市要办那个世界第一运动会啊，当然伊要编三十亿，你去盖一些场馆嘛。咱是讲要体育处要来升体育局，到底要开偌济钱？可能免三千万，其他拢会当去好调所有的人员，剩余的啦，好我真是足济学生少，老师足济，无够教。会当啊调来遐，咱免阁用上侪人，咱来成一个局，然后去评估看物样，要拜托研考会去评估看到底要偌侪钱，啊要拜托人事处，甲列出来，咱不一定学台北，不一定学桃园嘛，咱家己有咱的规范嘛，吼、哦，这点我讲啊好，吼、哦，咱处长，你看我先问处长，咱人事处长看，如果跳出先给。有什么难度无？卖讲暂时卖改变啊，叫我们猜测安尼。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沈议员。我想，体育处要升格体育局，可能要考量的是刚刚沈议员提到这个跟教育局的分工的问题，包括卫教部分，它的卫生还有这个体育，尤其学校的体育部分。将来体育局对学校体育部分要怎么跟教育局来分工？其实这个最大的考量点在这边啦。好，以上。我是讲卖用笑啊，讲啊，恁高雄市吼，阮台北地带拢成立嘛，啊，你伫高雄市拢无去建议，无高雄市去停掉，较早跳场，早前是体场，升格为体育处，跳处要过来升体育局，吼、哦，这点啊，这可能我直接同句话嘛。我做囡仔就伫公司读册啊，社会较早较等下公关，较去等公司，真了解这迄落，这地面。我要一直要建议讲，咱学校剩余的空间，吼、哦，是无济啊啦。吼、哦，头拄我咧讲，要讲着讲长照，要讲中山大学一定地家吼、哦，要拜托咱迄个社会局遮吼、哦，咱的社会局也做甲真认真。咱我看林务遮所有诶咧办遮活动吼，吼乐龄啦，也是讲遮照顾弱势，照顾着长辈遮吼，咱社会局遮副局长啦、啊，哦，安尼四拢四个安尼走，我是讲看社会局吼，从桂英姐讲社会局，姚局长，你对长照，小英即摆要推这长照，你有啥物构想无？局长，好，姚局长好。多谢议员关心吼。每年长照要上路，其实唔了高雄，全国拢咧看着这个新的这个长照要上路哦。唔过，其实长照十年以来，高雄一直有咧做长照，啊，即马就是讲，因为对象有放宽，啊，所以阮诶服务项目没有变动太大，唔过对象放宽，干那安尼，我们的裁员就有很大的负担。那这个裁员的部分。以外，你可能嘛知影讲，小英上任以后会有很快有明确的答案给全国的国民，讲到底是要税收制，还是要用保险制？啊，这部分也是确定，因为高雄今嘛长照十年呢，长照的部分我们一年差不多要7.8亿，每年按照新的对象，我们至少要增加7.5亿，所以这个增加以后。阮全部的服务输送的系统都会就无同诶，所以即马有母法已经通过啊，不过大概还有12个子法还未确定，所以这拢是阮在地，不管是机构、专业人力，还是讲服务的一些内容的一个设定、法规的设定，拢有足侪工课。其实这几年来，地方政府加阮高雄市政府、社会各家，拢咧准备这部分，明年希望会当上路。不过上重要的财源的部分，一定要先确定，安尼阮才会当知影讲未来要安那。不过到今年年底，阮也是有很多的
长照日托日照的据点，我们要赶紧来把它设立起来，这是我们目前爱卡赶紧爱做的。好，我是讲咧啦，唔免当一直靠政府的钱啦，会当去甲民间，甲一寡要做慈善单位吼，会当去接一个。咱政府钱无遐济啦，我想长照吼，这点的我后下期还阁甲局长来请教一下吼，长照足重要的，咱拢会留啊，我阁两当就开始拢会。好，谢谢沈议员的咨询，休息十分钟。